上头才得了爸的一家伙房。本来已经很老的爸家，看来今天要退休了。哎呀妈！为了今年能让家人再吃甜甜的妹妹们，决定给我爸的妹妹们最讨薪的爸家。把以前这个烂尾楼变成一个高级公寓。你看看这是阿爹在一起还，10年。 啊，不是，是在这屋子里，我们蹲的。哇，第一次搞，苦逼。火还没开始干，先手里头，苦逼难过。你们知不知道用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菜啊？网上看了一下，1米左右的现成支架就要200欧，我舍不得花这个钱。这块地我估计要小一千欧了。花小钱搬大事。这里我们打算做三排爬架，这第一步大木桩就是个体力活。首先就挖一个坑。 挖到这里大概40厘米就可以，然后把木头插进洞里，再把土夯实。动手了，就是有点费胳膊。纯手动还是有点慢，我去搞一下工具。养马的人经常要打桩，应该可以蹭点工具。说的没错吧？有了这个神奇的工具，挖坑就是一个分分钟的事情，观光几下。 最后一个木桩，搞一下。好，本来一天的活，现在2个小时就搞定了。妹妹们的新房子基本都完成了，就差铁丝护栏了。我是曹先生。 Da haben sie ein Dach saniert, haben alles runtergeworfen. Ich hatte meinen Anhänger dabei und nach Hause transportiert. Ich wusste damals schon, das werden diese Lappen.这个妹妹住的位置不好，给她换个新房间。妹妹们都入住新房子，像这样已经往外的妹妹，我们可以给她稍微固定一下。Der ist alt und trocken, der muss raus. 怎么样？看着还挺不错的吧？ 其实我还留猎手，这边还有一片散养的妹妹，她们都是自己从土里冒出来的。你们觉得是住在左边豪宅的妹妹们结果多，还是右边散养的妹妹们结果多？大家在评论区里猜一下，下个月公布答案。收拾收拾，工具。这个，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先要收拾一下？